Hello, Pearl Girls 风破，我们将玩的就是 Minecraft， 没错。然后我们要玩的就是这个，30种作死的方式，没有错。好了，那就剩最后10关了、啊。应该，其实我蛮好奇他到底是怎么想，作者是怎么想到这么多种自杀方式。啊，卡住，卡住。大卡、欸，我怎么还在这里？哎，我怎么会在这个地图？我怎么又爆炸了？刚怎样？21关怎么了？21关怎么了？这不是我认识的21关啊！真的，我自己调好了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再看一次这边什么？这个是猪猪，所以这跟猪猪有什么关系吗？养猪，然后所以是我要骑猪在里面晃的意思吧？因为我没记错的话，作者的话是能够，嘿，啊嘞，不是走这边吗？嘞，从这里走。我有第三人称可以用，就好像不是啊。哼，可能这个也蛮神奇的，啊，这是自杀是吧？哈哈哈哈，猪也死了。为什么跑22？为什么跑23？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计算的啦。可是他现在这样子，反而变成说是我是用其他的方啊，感觉上他就是以我死掉的次数直接做替换掉，所以现在我要不停的。为什么最后结这么麻烦？这最后一次了，不要这样子哦。马，我怎么会安？这要干嘛 ？Get the horse, saddle and get the horse. 哦，该不会这上面有箱子吧？在里面，操！哎，没有注意到那个在那边。哈，死掉了。好了，那现在就这个样子。好像有一种，哎呀 ，what？ 好吧，看来最后面那个大概24层的那个仙人掌，很遗憾的就是我会直接跳过那边，因为等我都死光了之后，再看我可不可以过去那边好了。24间保留，刚那个突然就死掉了，太扯了吧，太快了吧？那这是要干嘛？死亡音乐，啊？又是按这个吗？你可以那个吗？为我播放一些音乐吗？好啊，就死掉了。27，
Cool Stage， 冷酷的关卡。他有播音乐嘞，这要干嘛？你现在可以让我温暖起来吗？这边非常的冷。好吧，就这样子吧。啊，爹爹，我真的是不知所措啊！这个死亡，火焰中升天。哦，狼群攻击吗？就现在，反而是在让狗狗来攻击我。哦，威力超群哎！这攻击一下我就快死光光了。是第 level 28的 Kobe。好了，准备喽。哦，超强哎！僵尸这种果然很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What's come down from the storm？ 什么意思？然后从下面会飞出什么东西吗？哇，天谴哎！好了，然后那边还在，住手，吵死了！我们先回去我们的24 level。这个地方按错了，抱歉。好了，啊，这个地方应该很简单吧，就是把自己弄死而已。我好奇他这边还会再写话 to do， 就是被一些人斩弄死。拥抱一些人斩，等于拥抱死亡。但是死的速度还蛮快的嘛。这谁啊？发生什么事情？这是什么？有点太恐怖了一点哦。然后我结束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是这个吧，按一下。哦，这边的机关吗？吵死了，这边给我安静一点。把环境音效全部关掉。哎，那不是环境音效，那虽然这个东西不是很非常有意义啊。关了，好像算天气吧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为止喽。然后这边有个奇怪的东西，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是之前我想要掉下去，然后它会那个把我自动传上去的那一关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游戏基本上是这样子。虽然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我的重新点会重生在那个中介，然后害我后续怪怪的，可是就游戏基本上不错啊，可能是因为我分了好几次玩的关系吧。好了，那这边还有那个方块挡着。今天就先这样子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一个系列再见喽。啊 ，See you。